看来，当年纵火之人也锁定了檀心，当务之急是彻底拔除此人。檀心，那个护身符你带了吗？带了。我想办法再去一次太常寺，一定要找到这个人的痕迹。这个形状的挂件，我似乎在哪儿见过呀？ 老爷，您可想清楚了，这层窗户纸一旦被捅破，那您的秘密就可能会被陆景年知道，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放心，这条路我如履薄冰的走了20年，又岂能轻易被他人斩断？金印工序繁杂。 若是造假，又或便会融化，但此印依旧清晰可见。难道是我们推断错了什么？